老公，放点海椒、洋芋的刮起，海椒洗起，红葱洗起。这个鸭子杀了还没跑，小土豆哟，都是专门买的小土豆呢，安逸得很呢。这个你买这个土豆都太小了，皮皮都不好刮的。别个那个不用血刮了就行了，哎呀，专门买的新土豆，你换一面，换一头。嗯。换一头的直接两个星期的刮都刮脱了，哦，哪里需要血嘛呀？哦，就是我皮皮刮的是吧？哦，新土豆好吃得很。土豆烧鸭子。土豆烧鸭子。嘿嘿。鸭子都是你最爱的吧？快点。你听话点，等下把内脏煮起给你吃呀。这是土豆儿，你煮呐。哦，我急了，我他土豆都要吃呢。是不是？大家好，我是吃饱了撑茶吃三德子。我是陈满小罗。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我们的当地有一家专门卖鸭子店最著名的一道菜呀。哎。土豆烧鸭子。其实叫啥子名字我搞忘了，有个很好听的名字，但是我现在只晓得它是土豆烧鸭子了。鸭子的块儿我们稍微再大一点，凉水下入鸭子肉焯水，五种粮食量的酒去腥，水开把浮沫捞干净，再搓两分钟，我们都可以捞出来了。把落肚皮的土豆儿改下刀，稍微切小坨一点儿。然后我们准备点香料，两个八角，三片香叶，桂皮，山奶，干辣椒，花椒。先把鸭子下锅过下油。有时间的朋友也可以用小火慢慢炒，把鸭子的油爆出来，宽油炸的形象更好。炸个三分钟就可以把鸭子捞出来了。再把土豆的过下油，炸了过后的土豆吃起更粉。也炸三分钟，然后把土豆捞出来。你是土豆和鸭子都炸三分钟，那是不一起炸呀？因为油不够宽。锅留底油，多放点姜。再加入捆蒜儿，跟着倒入刚才配好的香料，炒香后下入老豆瓣儿，豆瓣儿一定要炒香，下入鸭子，翻炒均匀后来一瓢白酒去腥。加水，调味加生抽，盛出，盖上盖子，先小火烧半个小时。时间到了，我们把土豆放进去，再煮十五分钟左右。时间到了，我们把里面的香料挑出来，做那个菜的精华就是吃到香料味儿，但是看不见香料啊。老哥，你别走。别走，我在凌晨那样的吃都是。这个一点香料都没，但是实际香料。然后大火烧灯儿，倒入大葱、青椒、调味鸡精、胡椒粉，翻均匀，等到青椒断生就可以起锅了。那儿多炖点鸭子哦。少吃土豆儿，嗯，老哥是不是味道嘛？好吃。哇，这肉都炖烂了。什么猪肉味儿的？你还怕？
哎，又腌了好久。